这么大的雨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千万要注意安全啊！嗯，我现在在同学家呢。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，等雨小了点，我就打车回去。你看吧，要害怕，给我打电话哈。怕什么呀？你们可千万别出去啊！这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。好，你也别出去。嗯，好，拜拜。 莫医生做完手术了，来关注一则天气方面的信息。受强降水云团的影响，我市部分地区已出现强降水，预计强降水仍将持续。安城市气象台于本日晚上21点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，请注意防御。再为您播放一次：受强降水云团的影响，我市部分地区已出现强降水，预计强降水仍将持续。你今天难得早下班，但是这天气。 怕是不太好开车啊。哦，没事。坐地铁呗。这时间这天气，地铁人少，清静。你是忘了咱们是在分院了，两条地铁线路都停了，怕是没得坐喽。哦，也是啊。没事，那你再等等，顺便吃口东西。行，那莫医生你先休息，我先去忙了啊。行，忙着呢。啊。 在医院没事吧？刚手术完。方便语音吗？喂，你在哪儿呀？分院还是本院？在分院。下午门诊后边有三台手术，手术完了到现在。那你吃饭了吗？ 又见螺蛳粉。今天你妈妈提到桂林阳朔，让我想起了那几天的旅游。刚好柜子里有螺蛳粉，我就直接打开来泡了。晚饭。又见，我刚刚还在想又见是什么牌子呢。你到家了吗？没被雨拦在外面吧？嗯，早到家了。 听你说的，我都饿了。你等我找吃的，跟你一起吃。好，去厨房找。你等我下个楼啊。 在医院值班？是啊，刚换班。帮我去对面超市看一眼。超市？看看是不是有个女孩困里面了，你也注意安全。女孩？你就远远看一下。
别进去吓到人家。好，马上去。找到好吃的了吗？嗯，还没。我妈没有剩饭菜的习惯。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。我妈竟然在家里放了螺蛳粉，你相信吗？ 怎么没声了呀？已经泡好了，再吃呢。嗯，味道还行，当然不如煮的好吃。那肯定没法比啊！我们在桂林吃的螺蛳粉，那浇头都有十几种，而且那螺蛳都是大块大块的螺蛳肉。你慢点吃啊，等等我。好，等你。 叉子现在已经放到盒子上了。嗯哼。那我们直接视频。能看着吃。嗯，不太方便。我外公还没有睡呢。直接视频，万一他过来看到了不好吧？而且今天我爸妈都在。 报告莫老师，我要开始加调料啦。嗯，我都已经吃了两口。那我要加快速。嗯。报告莫老师，我要开始吃啦。那开始了。 客人，我先挂了。哎，开开门啊，老板！啊，开门！哎呀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打烊了。雨衣有吗？雨衣，我要买雨衣。雨衣，哦，雨衣太大了，我伞坏了。进来吧。哎，哎，老板，这雨衣有吗？哦，雨衣是吧？你稍等一下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多少钱？25。啊，我给你钱，扫码啊。这边。哎，手机开不了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算了，那送给您吧。淋到雨了，坏了。那要不我明天把钱给你，好吧？嗯，好。啊，谢谢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这雨太大了。哎呦。谢谢啊，老板。 明天我先给你啊！你小心点儿，注意安全啊！谢谢啊，注意安全！你回去吧。